我正式宣布，从明天开始，大家上班时间全部都讲家乡话。早啊，若云老师。哎呦嘞，你今天唱得很漂亮啊！你是请到的呀？对，从今天开始，我都说请到话，给你最大的支持。好了，主要是因为进来一大群人，把我压得动弹不得，我没办法才一直踩在你脚上。你在电梯里踩了我好多脚，你肯定是挑身干的哈。主要是因为进来的一半群人挤得一塌糊涂，我没办法才一直踩在你的脚上。小薇，你是四川的，大姐你是湖南的，公司这么小，但我听你说起过你。我也开口说泸州话，别个就问我，哎，兄弟，喝了几杯哦？我要是说我喝不得，那就说我沙皮烧吃的不是正宗泸州人。我要是说我喝得十分钟，我就睡错了。我以前搁家饭。一干湖南话，老板就要先付钱再吃饭，好像我被盗单一样。哎呀，同事们好，同事们吃了没有？贼经理，我告诉你，就你那样哥，我们都撂倒你好几回了。不经理，哥知道你是东北的。嗯呐，你会喊麦吗？你会烧烤不？那你不是正宗的噻？刻板印象。那你们这么说，我上班还得带个大金链子呗？大金链子是要藏号的。你看我弄啥了？俺河南可是人杰地灵，英雄辈出。不知道，我被砸了人呢，你有些小期待呢。那不是会瓦林家具啊？老家应该是威斯特伦的，干。哟，乐清工作来了一大大新的东西，老吴，你住哪的住？吩咐你过来可就知道。你说了这是把你家脚踹坏？咋的脚踹我？踹我？不是你的个人家客随公家钱我个吗？我这是无锡话，